什么鬼？竟然 HTC 有更新哎，我没有更新哎，这个什么神奇的更新？我们把它安装看看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？There was a problem。它在下载哎，什么鬼？竟然有软体更新，不知道它是软体更新到什么东西，我们就下载试试看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哦。出乎意料。说无法更新，因为电量太低。他现在无法更新，因为电量太低。我们先拿去充电，待会再回来。